这个游戏名字叫《狂笑者在森林中》。啊，不就蓝蓝路吗？喂，这粪更啊，这不用看就是粪更的啦，想都不用想了。回答电话是收音机还是什么 ？Walkie Talkie， 按一 ，911，嗯，有一个阁楼打来，他说他被一个疯子追逐，然后他奇迹的躲藏了起来，没有被抓到吗？你需要去帮助他，尽可能的赶快过去之类的。我是什么警察？那么多过场啊！欧瑞斯特1997年，高速公路离废弃农场很近的地方。哎，我是警察哎。啾，声音是不是有点大声啊？小鹿，哦呦，真是糟糕的天气哇！这个游戏的各种大标小标都有哎。开着破破的警车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拿枪啊！按 R 是直接重来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被蓝蓝鹿抓到，赶快重来，要不然你要被他虐之类的。路上还有人在经过耶，哦，有灯给开了。路上有纸条，这是什么？外星人抓人。蓝蓝鹿的笑声吗？不对吧？所以你需要走左边，他叫我走左边呢、欸，这是故事已经既定了吗？我先走左边了，我等一下有空再来走右边看看，反正可以重置。这个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很恐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吃沙小，哎、欸，吃人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走啊，阿蛮，我怎么不能动啊？农场，我傻的，我就站在那边被他交混带来农场。过了多久啊？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、欸。不对，我是被追还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没死，我流了一大滩血。啊、好恐怖哦！我搜索一下这边看看，被做成宝了，能不能进去、啊？躲了，不可以找到 key 啊！哪有 key 啊？主角能不能跑快一点 ？Oh my god！ 看来那个疯子杀了那个女的。这个不能装备起来嘞、欸，这个难不成现在拿着去敲门吗？哪是女的啊？妈的，这老头了吧？好吵哦！那冰冰冰冰冰的，不能用哎、欸！看这怎么玩啊？不是这样玩的吗？这游戏怎么玩呢、啊？哦，钥匙，
跑不动啊！这游戏哪有这么逻辑的？什么东西用钥匙开啊？没这回事吧？屁！干，我要死了！不要追啊！啊！赶快重来！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头好痛哦！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好 ，key 在这边啊，要拿 key 去塞啊！我有了，我有了。败者成城没看过吗？绝对不会败的。开一下。耶，关个门。进来了蓝蓝路的家。他家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也太烂了吧，这看不懂啊！关起来！这不就是蓝蓝路的图吗？上面写什么啊？这是卡了吗？打不开了，怎么还有二文夹杂在里面呢、啊？我是不是要去拿那个敲把来敲这个夹层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哦。游戏就两种道具。不要看他，他就看不到你了，懂吗？主角怎么跑不动了？妈的！有了，有了，我们进去。什么？这是哪里的钥匙啊？我这个进不去、欸，我太肥了。这是开大门的吗？哦，真的真的。乱啊！啊！他在我背后啊！我们要赶快撞去卡那边。我怎么没体力啊？我谢福德按的跑不动哎、欸！跑啊！这警察是甜甜圈吃太多你啦！跑啊！哪的？跑不跑啊？我发觉我谢福德，我没体力了，你看慢下来了。你先按先负责，他会快一下下，然后又停。太渣了吧，这个！蓝蓝路的声音是不是都是？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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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他在旁边跳舞哎、欸！啊，我不找资源，我也不怎么样，就放他一个人在这边森林乱杀人哦。我本人啊，妈的，干这没被蓝蓝路杀过是不是？干早死，没有啦，这就是蓝蓝路分根哦，好不好玩？走右边看看哦。哦，对哦，我去看看。我刚刚就是从这条路的农场跑出来啊，那我现在直接去农场这边没有意义啊。哎呦，我过不去嘛，有隐形墙嘛，靠背啊，浪费时间啊，没有了啦。哎，不对啦，我撞到树啦。哎，我怎么走回来啦？右边，哦，有墙啦！哦，相信自己，有墙不是树挡住啦，没有了啦，真的有墙。你看我过不去，现在证明了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了啦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有去吃那个什么龙虾堡的加一，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有去吃，但是你们都打零。
你不要再骗了，一定一堆人吃过，怕被别人笑，对不对？我看穿了，早就看穿一切。